耀耀，你那个红色围巾是上次收到的礼物吗？是。那张曼呢？我收到一个橙色的礼物。两个伤心的人，你没送？我真没送，我真没送，我真没送。三二一，那个女孩太幸福了。一个人跟无人机看海，真的有点惨。新年快乐，青春万岁。去爱不懂什么是爱，当时所有的人都一定被他吸引了。他教我的舞，我真的会认真的去练。我多喜欢你，你会知道。你喜欢吗？生日快乐！是1月10号是成的生日。真的，我们从来都没有勇敢过一次。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由芒果 TV 独家播出的《青年初恋启示录：真心大冒险》，为大学生量身定制的恋爱高阶课堂。我是英达儿，我是无时无刻都在为五个女儿牵挂的老父亲啊，我是欧迪，还有我们恋爱课堂中最可爱的学长学姐。Hello， 大家好，我是渴望拥有完美爱情的吃瓜学姐谭妍妍。好，我是记性最好、推理最强的学长刘成林。在上期节目当中呢，男生女生去了火山岛啊，进行了一次呢2天1夜的刺激、悬疑又情绪高涨的露营。这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堪比偶像剧啊！但其实那一天虽然有这么多错综复杂的情节，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哦。我们这个节目是要找出隐藏真心的人哦，对，忘了。我目前为止看起来呢，我反而觉得玉明有一点像，对不对？对，玉明，你是个臭小子，你要是伤了晨晨的心，我就不饶你了啊！反正我知道汪根不是了，汪根应该我觉得是，你真的觉得他是啊？他的哭戏太好了，怎么会？汪根都那么真诚，他也是戏好呀。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真的喜欢了，就录着，他真的爱上了。我是隐藏真心的人，但是我真的爱上你，我忍不住还是喜欢上你了。好，反正呢，这个今天这期节目很重要了，为什么呢？他们要通过一些游戏，隐藏真心的人会透露线索出来，今天就会发现了。今天就会发现了，really? 就是这一集藏不住了。我跟你讲，那个尾巴啊，大尾巴狼啊，藏不住了，好来了，看。太阳不是已经出来了吗？在哪儿？这不是有天光了吗？哇，好美哦！我跟你讲，他这叫就大叫特别舒服，一直憋得慌。我们去那边散散。那边吗？嗯。我们聊聊，让一帆去寻找真爱。Hello, my love, been sleeping once again. 他们怎么都不过来啊？好舒服啊！心情都好，海风吹
下人都清醒了。昨天汪更给你唱歌什么感觉啊？挺好的，因为他说你不是听哭了吗？啊，昨天不是一直在哭吗？就他唱的时候哭很厉害。就是就那一刻好像也不是为了汪更，也不是为了那首歌，也不是为了我自己。你是那一刻被真心打动了？是那一刻想哭了。所以我跟你说好多事情是没理由的，我觉得那会儿就没理由。那所以其实刘超和汪更你更喜欢谁？直接问就对了。没关系，你不用管我嘛，我就是想知道你的想法。他也不会说到底是什么点戳中了他，因为我后面跟一帆就是我们俩有什么就说什么了，交心也很彻底，但是感觉张曼总是不肯跟我们说他的想法。我有好几次尝试跟他沟通，但是他就是真的会去回避掉你的问题。我可能完全不用考虑。怎么说，汪更是很像我之前前男友的样子，就是他很懂我，就非常相似又很懂我。我觉得也许放到一两年前，我可能会遇到这样一个男孩，会特别想跟他再接着接触下去。但是可能我现在会觉得很多特别沉重的一些情绪会让人有些喘不过气来，所以我特别怕伤害了汪更。很多那个包袱哦，是情感里的包袱，而且很厉害，很投入。哎，你不觉得就是其实都还没有正式交往，就是只是在互相试探跟喜欢的过程而已，然后就整个就陷进去了。比较感性的人吧，那这样以后谈恋爱也会比较麻烦。然后牛超真的是太奇妙了，因为我之前其实都不了解他，对，发现人还是要接触的，所以我那天一点点的时候嘛，我说一定要每一个人都去接触一下，太不一样了。觉得他大大咧咧的，脑洞又大又可爱，我实在太喜欢他那些脑洞了。哎呦，有这样形容的？如果张曼的话呢，我应该会选牛超，因为我之前就讲过了嘛，在爱情当中，如果在前段追求期的时候是很勉强的，那就表示其实你们不太适合。我觉得一个男的没办法，是因为汪更很明显他是在配合张曼去塑造一个让他感觉很舒服的个性，其实他本来就不是这样子啊，他的婚姻就是这样子啊。那为什么他为了一个喜欢的女孩子改变不好吗？不好，那就不是真正他自己，因为追到手之后他会变回他自己，然后你就会发现 I don't think so， 你怎么追我的时候不是这样，然后怎么在一起之后你又变回你自己，我不喜欢你。那是因为你是男的。你们啊，我知道啊，你们女生角度就是那种啊，我就是喜欢一直被追求，喜欢被呵护那种感觉，这样。因为我是女生啊，所以年轻的时候犯很多错误啊，然后后来嫁给了一个就不追求的嘛。现在是怎样不开心是？所以我就说，认清楚，真正的爱情是真实世界发生的，不是偶像剧。你现在就一直在说汪更不真实，是不是这个意思？他没有不真实，他在改变自己，或者是他在配合对方，但是这个配合到最后会露馅，因为自己会忍受的。Well， 他们都回去坐着了。那咱们是不是也往回走吧，聊吧。你呢？我其实蛮想知道你现在是因什么样子，因为你跟玉琪也有，我跟玉琪之前也有过接触。
张玉琪真的很好，然后他对我也很好，有时候他有点太主动了，让我有点怕。而且说实话，这个东西你就是得看感觉，对吧？是。我又不想伤害他，然后我又怕伤害到你，然后我又怕伤害到你。是我，你不会伤害到我，真的。闲聊，真闲聊。昨天有人打呼吗？有啊。谁啊？王哥呗，还没有事儿呢。哎，我特别好奇，哎，我们承认一下，昨天晚上就真的是就君子啊，君子承认。我们承认一下，昨天晚上谁喝多了？我喝有点快。我也是喝快了。喝快了。情绪到位了，酒没到位。啊、哎，停一下啊。经过这些天的相处，相信你们对于彼此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是请不要忘记，男生中还有狼的存在，女生们只有找到真正的狼，避开他，才能获得真正的爱情。好搞笑。我们每一个人，他只认出来谁是狼，就往他身上贴一个贴纸，到最后谁的身上的贴纸最多，就要接受我们这一轮的惩罚，就是用那边的那个狼牙棒，甜蜜暴击，甜蜜暴击，可以，对，这个说法好听，对，所以大家觉得谁是狼呢？水包刚丢出去了，还给我，不是不是，那个是乱玩，我们要，你现在是很认真的，真觉得是你。就是觉得张琪对所有女生都挺好的。我们那次一起去保龄球馆的时候，我用保龄球砸到脚了，然后你就，哎呀，没笑，没笑，小心点啊！痛，别痛，别痛，我扶起来。就是超快超快的把我扶起来，而且他跟别的女生相处的时候也觉得特别照顾大家。我最近，起码昨天我看到他是很喜欢吴李子睿的。虽然最近有改观，但是之前有这个不好的印象，今天投你一票。OK， 一帆的票，我大致给你们总结一下，就是张一奇这个人很好，我摔倒了过来扶我，所以他肯定是狼。我的天啊，就是这个吧，我，哎。第二个牛超，怎么突然一下子大家就变成牛超的迷妹了？我就觉得这样的话，狼面也有点大，所以这一票投给你。然后朱一鸣是我最不希望他是狼的一个，我也觉得他应该不是狼。我当然不希望他是狼了，自己付出了这么多感情，最后他是狼，那我。我真的会很难过的。给你两个了，再给你一个。嗯，好。我觉得狼应该是比较内向、藏得比较深的人。先说一下汪根，之前太狼了，但是昨天晚上跟汪根有了一次比较交心的聊天，突然觉得懂了他很多想法，他还蛮真诚的，可能性可能会小那么一点。然后牛超给我的感觉还是比较回避的态度，有点奇怪。狼，朱一鸣嘛，本来在我这儿不是狼的，最近感觉朱一鸣有点奇奇怪怪的，红色礼物也不送，感情走向也是变化多端。狼好。然后张玉琪呢，对大家都很好。但是其实我觉得不是能够把他标榜为狼的原因，在我这儿他其实应该不是。这就够了，
其他人的票我不是很在意，子睿也为我来做辩解，我会觉得很舒服很暖，你们对吧无所谓。脑门呢要一个不全是就我点张曼，因为刚刚我的两位 homie 都点了牛超，我想先说一下牛超吧。我当时跟他第一次约会去做甜品的时候，他就特别蠢啊。我们说要拼一个字母，为什么是 H？ 就肮脏嘛。结果没想到他实诚到就拼了个之肮脏莫暗漫，把那一排字都拼了出来。所以我觉得这样自然又可爱真诚的人他不可能是狼。朱一鸣最近朱一鸣的变化真的很大，可能现在变得有点扑朔迷离了。啊，我好姐妹都认我像是狼。朱一鸣有点奇奇怪怪的狼。朱一鸣的变化真的很大，只丢这一个水包。好姐妹也是想保护我。我点程程，因为我就跟一起接触比较少。因为我觉得一起比较带节奏，你知道吧？真让人摸不到头脑，让人摸不到头脑。无所谓。五个人里面，我最不希望会是狼的，就是明明跟耿耿。我说一下明明，就那个曼曼跟子睿说，他像狼嘛，他的行为就比较奇怪，其实也可以理解，因为心里会纠结嘛。我想一帆也应该能理解吧，我想一帆也应该能理解吧。做不出决定嘛，所以他会显得显得像狼，你知道吧？主要妹妹这个变化真的让我吃惊吧，让我惊讶。我的姐妹都旁边纷纷帮我讲话，说什么朱一鸣最近情感走向不稳定，什么摇摆不定，就铁狼啊，不问话套套话那种感觉。林琛马上帮他反击，不就是不确定自己的喜欢到底指向谁吗？我觉得一般对这件事肯定也特别有感悟，是不是？然后就看着我，当时那个场面有多尴尬，我当时第一个反应就这样，就是罗子睿还说，还跟李东勇说，李东勇赶紧救个场，赶紧救个场。到现在还是觉得妹妹，只是觉得她变勇敢了，但真的觉得她攻击性有点太多了。所以你的狼牌是给谁？一起啊。真让人脑袋变大了。又有样样了。啊，都说完了，我一张都没有。你没有，你这个感情分，我给你感情分，我跟你说，你现在在女生心中的地位。好了。啊，我说一下吧。就其实在我这里我也觉得是有两个狼的，有两个狼的，王耿和牛超。牛超就是我来分析一下，就是这两个狼应该是两个极端，就他们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耿耿很真诚，而且从他一开始就对一个女孩子有好感，让我们觉得他其实感情是很专一的。可是越是这样让我们不怀疑的事情越有问题，所以我是这样一个想法，我就投一票给耿耿。然后牛超的话一直没有感受到他对哪个女孩子有特别大的好感，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魅力的男生，极具危险但是也让人忍不住去靠近的男生，是狼的可能性也很大，所以我把这个丢给牛超。我听懵了你知道吧。牛超可开心了。然后东阳的话我凭感觉觉得他应该不是狼，或者说可能他有一些表明他是狼的迹象，我也会选择性的忽略吧。我是不知道该开心还是难过，他不是给我一票，这样大家太保护我了。大家投我吧，求你们了，给我一张吧。哎，我们男生可以投吗？可以啊。完了，感觉我俩男生全票，男生全投，全票。所以最后谁挨打还不一定呢，是吧？男生可以投票，然后也可以给自己反驳。那我点牛超，牛超票最多。啊，我最多吗？不然呢？哎呀，啊，我先说吧。然后我觉得比较慢热嘛，可能刚来的时候冷一点，而且我是那种比较被动的人，就是可能别人赢得来我才去跟你说话，其实我想跟你说两句话。
说是那个谁像狼嘛，然后我觉得就是你们可能把关注点都放在谁不理我们谁就是狼，然后或许那个人那个狼就是为了要掩盖自己，然后把自己营造就是让大家都非常喜欢他。我觉得你们也要就想一想，我听出这个意思，所以完了感觉我在台上里全掉。这个跟朋友关系没关系啊，玉琪，玉琪真的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那 OK， 好，说完了。我跟牛超观点很像，就是想搭理自己喜欢的女生，而不是喜欢自己的女生。他想要找一个就是是他自己喜欢的女生。你说对的，反正我觉得就是那种就对所有人都好啊，就反而是一个狼的评判依据。所以说不好意思，我也投张雨绮。雨绮，我也投张雨绮。就干嘛呀，就是我就是对大家太好了，营造出一种欺负我无所谓的一种心情。我之前猜的狼一定是牛超和朱一鸣当中的一个。四个狼，我现在变成 the first one 了。我想先反驳朱一鸣，我觉得我是所有男嘉宾里接触女孩最少的一个人。其实朱一鸣啊，包括牛超啊，你们很多人接触女孩比我多，都多。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然后关于一帆说的来说，其实我觉得对大家热情，可能是之前我想把自己表现得很完美，但是如果就说不管是那天保龄球还是怎么怎么样，任何一个男生如果把你当朋友，那样的事情都会去做。如果我知道我做这件事情是把我当狼，但是我还是会去做，因为你被球砸了，我在你旁边就应该扶你一下。其实我刚开始来这挺有压力的，因为我是学表演的学生，我害怕大家都会先入为主的以为你是表演系的学生，可能就让你当狼，因为你会演嘛。但其实很多地方能证明我不是狼，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我和张曼接触过，我也和张曼互送过礼物，但是之后可能两个人去接触其他不同的人，是两个人很正常的发现，可能双方可能适合做朋友，没有达到吸引对方的一点。这是我第一个接触的女孩。其实程程今天投我，我特别不能理解。程程，我记得那天在咖啡厅问了我一个问题，我约你和汪更出来是对你们感兴趣，所以我想问问张一奇，我在不在你的前三顺位？就是如果我们只说前三的话，可能没有你，没有你。好的，好的。我当时没有犹豫，我说不在。我说我虽然这么说话有点伤你心，但就是不在，因为我觉得不能骗一个女孩，也不能耽误你。我觉得这完全不是一个狼的做法，我觉得我很实诚，所以说如果程程今天把票投给我，我就是其实真的不能理解，因为如果那天我说在的话，我还不对吧？大家明白这个意思，这是我的想法。然后我之后接触一个女孩就是子睿，我从在植物园那天和汪更开始和她的接触，我那天准备了很多问题，因为我真的对这个女孩感兴趣，我想去了解这个女孩。之后我所有的一些准备啊，一些约会都是和紫薇之间产生的。OK， 很好看。聊。包括我现在把我完全的重心都放在紫薇身上。我觉得我有一个原则，我认为接触一个女孩的时候，你就只能接触这一个女孩，这是一个我认为很男人的一个态度。所以我现在我觉得我会做到只对子睿一个人怎么怎么样。还有就是我谢谢今天子睿没把票投给我，因为我觉得既然我的重心很表明的放在你身上，只要你不觉得我是狼，其他人的观点我都可以不在意。就这样，说得好，我都要被说动了。没有没有，这个无所谓啊，就是个人大家都有自己的观点。然后我投一下吧，还是说啊，就和兄弟感情没关系。因为我知道牛超投我的时候说这句话，知道他害怕我怎么样。其实我一直从节目开始到现在，狼的人选就是有两个人，我觉得是，他万一是我，你这么一看，牛超和朱一鸣，你看着。其实我包括在昨天都会认为朱一鸣就是一个狼。有一句话觉得对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要，是只有你经历过你才知道为什么会那样，其他人看不懂，你不了解他经历了什么。
所以我才明白，可能朱一鸣有他自己的选择，选择困难。但是牛超嘛，很帅，然后很酷的一个男孩，然后那么多女孩喜欢他。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现在没有很明确的把重心放在一个女孩身上，因为我觉得现在时间已经过得到一个应该这样的一个时候了。所以不管怎么样，先把这票投给牛超吧。OK， 我没有票。啊，下一个那就汪更吧。我说一下我吧，反正我对大家对我的信任，我还是比较开心的。从来没有想过我在节目里会表现的，我觉得这个不是我了已经，但是偏偏却表现出来，表现出这个样子了。我觉得一个男生对认可一个女生，对她只对她一个人交往，是对所有人的尊重和对所有人的保护。一直保持着模棱两可，并不是我的作风。我觉得汪更今天讲得特别好，他说你喜欢一个人，明确地告诉他，不仅是对于他以及喜欢他的人，都是一种尊重，都是一种帮助。我当时听完之后，我就跟我旁边人说，哇，好 man 哦！喜欢这件事情，喜欢这一份心意。独有一份才有意义，我值得被这样喜欢，我值得被这样尊重，我在等那个人，同样真诚专一热情的他。至于谁是狼，我一直从节目开始到最后，我一直认准一个人，他一定是狼。那个人就是现在没有票的这个人。你给我解开公报私仇这个人、啊。不是公报私仇。谢谢你们。我从来都没有票了。我很坚持我的想法。OK， 我说完了。好。下一个李东阳吧。更阳根本不票，先给你票吧。李东阳的票数决定了今天谁被甜蜜暴击。啊，哎，我看现在是几票啊？都四票。他四票。你投他们俩，我们就能打俩。那我就买尊重，他们两个都想打，是不是？不小心把心里话说了出来。就是一定要势均力敌那种的吗？这样有点打多好啊！我改一下，我投票的时候我投两票，投给牛超两票。要不我给你撤半票吧？你刚刚说的那个，我说你扶我，然后我打你是狼，我真的觉得特别不好意思。咱就撤了是吧？这个就是。我给你减半票吗？你撤半票，我撤他一票。哎呀，我要去拿甜蜜暴击的工具了。给我一个特写，终于满足了一个完全V领的一个。你们要什么？1000T， 百万重击，百万重击。接下来呢，男生跟女生呢即将要去寻找隐藏真心人的关键线索了。那隐藏真心的人会不会就在这里面故意扰乱大家，让大家找不到这个线索？有这个可能哦。我如果是隐藏真心的人，我就会扰乱你们，不让你们找到这个线索。不爱拉倒，不爱拉倒啊，好不好？不爱就拉倒，好不好？有任务信息啊，接下来进行抓住狼尾巴游戏。男生女生两两依次抽取钥匙，获得相同字母钥匙的嘉宾组成一组，根据钥匙上的线索寻找狼尾巴线索箱。完成任务的小组将获得一条关于狼的重要信息，同时一份神秘的大礼也在等着你们哦。哇，今天就抓狼。去抽签吧。走，我们走。啊，走了走了。走。先缴了再说。你拿了？拿了。一共就剩俩了，对不对？我就接一个。那抽完都回来了，坦白一下，从 A 开始吧。另一个 A 是谁？你呀。你看你这。啊，我也是，我也是，真是不懂了。我错了。他们俩一组。博物馆。他们两个受了情伤的人一组。这可以变成一组哎。来吧。B 呢 ？B 举手。B。我是 B 啊。B。我是 B 啊。B。啊，
啊 ？B， 子睿跟牛超哎。B。我累死了。C， 我们俩 C。好像是丛林探险。加油。D。谁呀？我们去哪？情人玩沙滩。你看我就是说我是最晒的吧，看不太懂，那么尴尬。一是我，那个我是，你是，咱们去哪？火山岩。哎，好像分配成了一个大家都无害的感觉哈、哦。对，而且舒服一点，不要那么紧张啊、哦。除了子睿跟牛超，子睿跟牛超挺紧张的。快点！在哪儿啊？小心点啊！小心点，小心点。你知道在哪儿吗？我不知道。那个谁是要去博物馆的呀？我啊，组个队吧。你们去哪儿？哎哎，你谁？哎，干嘛？我要跟他们。哎呦！等一下啊！我不会骑，有点厉害，兄弟！哎我妈呀！无处安放的手。哎，兄弟，你看看，可以。哎，我真的，这个速度，我愿意跑两步。这我也没招啊！你看他这方有海，可能是最下面。就是这儿，火山十八景。就是这儿，就是今天早去的地方。哇！好漂亮！哇，这个海，这个火山有点太大了吧？啊，应该是在这边，因为你看这个岛，然后我们这个方位看过去，哦，是吧？聪明。那我们上去，上去，上去，我们得从那边下去，对吧？从那边上去，这是我们智慧的源泉，这是我们财务人员的智慧。对，等等我们找到再说啊。海边。哎呀，等一下，这是不是？哦，找到了，找到了。的智慧，哇，还有海钓的耶！先别海钓不海钓，咱先找线索。好的。我们应该时间比较快的了吧？大把时间的悠闲是吧？慢点走，给他们点时间。要不太对不起他们了。等一下，那会不会是那个人的海钓工具？那个是他的。我先去看一眼。啊，我看一下，不应该是这里啊？他这边上有水。嗯。财务人很打脸。你看他这里，就是这里白色的是水吧？对。他应该是靠那边，就是能够打出这种白浪的地方。往这边应该是没有。走吧，上去吧。我们得改变一下战术。那个人真的太误导了咱们了。在哪里？等一下，等一下。就那个地方，应该是我感觉。我找到了，真的？嗯，哇，这么大！哎呀，我的天哪！这是什么？首先恭喜你们获得一条关于谁是狼的线索提示。另外，作为捕狼奖励，幸运的我们还将获得两张什么的入场券。保持微笑，三个感叹号，祝你们体验愉快。你看，如果自己是隐藏真心的人，然后找到线索，很尴尬，对不对？还要演，打开之后看到线索才会尴尬了。对，就是，对，你被发现了。线索是，我觉得他可能是那个人名字里的一部分。你好聪明啊！我突然想到是谁了。谁？等会儿，我想想，我想想。哎，等一下，怎么我也有？有季季，有季季。我看一下那个牌子。我们去的是情人沙滩。1250米。Oh no！ 就是这儿，火山十八景。就是这儿，我们是1250米。好，来来来，嘿，中午好，这个好，没有，你要自然一点，就很那种感觉，就是很美国街头感觉，你知道吗？就是走走走走走，
哟，小马，哦，好巧，嘿嘿嘿 ，man 猎物哦。文艺少女 carry 不了这个风格。我们真的只有十五分钟吗？哦，这到酒吧了，你看，这应该就是前一沙滩。给你做首诗。来，坐着我听。啊，大海啊，全是水。嗯。左边是水，右边是水，前面是水，后边也是水。啊！什么跟什么？我刚看了什么呀？真美。到了，就是这，走。哎，找到了！天哪！开箱了啊！哦，一、二、三，G， 牛超没有？没有。G， 羊有，张有个 G。都有，朱玉明明有个 G， 汪更没有，汪更更是 G 有，李东阳阳也有 G， 有啊，嗯，东阳好，汪更张玉琪拍出，牛超没有，李东阳阳，朱玉明 ，Oh my god。不一定吧，其实线索不只是指向一个人，对，每个人都不一样，对，我觉得他们的理解有可能错误的。先看看这个，这个 for love 粉的给我，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手工卷，我们先往回走吧。好，一会儿啊，这样就咱，因为咱们两个的线索就是猜是汪更可能性最大嘛，对，咱俩就是炸他一下，对，就是玩一把嘛，就是整蛊嘛，对对对，不管怎么样，一会儿过去就是，汪更，张曼假意配合，还装是吧？露馅了吧，汪更？你看看汪更什么反应？就我负责炸，嗯，你负责看他表情。好，好吧，没问题。汪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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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说吧啊，汪更，就啊，汪更，再装，汪更，我都没有你会演，真的，我发现你超级会演，装再装，超级会演，反正我和张曼觉得这上面的线索真的挺明显。我想知道你一会儿怎么解释一下这个卡片。哎，王康，装，要不然你解释明白一个线索，要不然狼就是你。不要再念 rap 了。你闭嘴。叨。这是我看过张曼最沉默的一集。是不是很沉默？张曼有个问题，真的一直很想问。好烦。不管是我身边的一些人啊，还是有一些节目组里的嘉宾啊，都会觉得我有点，有的时候很傻，就是，就我今天想让你给我一个实话，我到底傻不傻？傻呀，傻呀，傻呀，傻呀。傻呀，他啥都没听进去。走了嘛，我们溜了嘛，溜了，塞车，他们都抛弃了、哎，真舒服。我从来没有坐过电动车，还被人这么逮到拍的。哎呀，我因为这个，我把我的增高垫都测了，我不该测的。尴尬，都不敢开快。哇，好智能的电动车哦！惊了，师傅，我给你五星。你在干嘛？要不要我期待你、啊？走路都比他们快。哎，我想说，我们还骑个车。骑个车。哦。到了吧？到。哎，应该是一个屋顶。走吧，我往上爬。啊！我就知道是这里啊 ！Thank you。哦，我
聪明了，开始知道找机器了。在屋顶唱着你的歌，哇哇，哇，这啥呀？还整个这个？十五分钟马上要到了。这个你不动啊？这个？他们都是木头人。也是，也对。你同时你们试试。三二一，这个手哎，这个手哎，嗯，拧断了，拧断了。居然有这种事！这也断了。可以。完了，怎么办？你把抱着下去了，我们去选东西回去。走啦，不然能怎么办嘛？两把钥匙都给我弄断了，怎么会拧断呢？掉了哈！哇塞，怪，原来岳一帆是怪力女哦。这个太凶了。来吧。干啥干啥？不摆了，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啥？又是鸡。朱云，牛超。朱云，牛超。朱玉明，牛超。你们俩的名字都带这个动物。是了，应该就是他那种放的某一个位置吧，上面好像是吧？那个我看到了，是吧？好大，好明显哦！这还找什么？这么大，这么明显。那要怎么上去啊？得那爬树吗？是的，爬吧。为什么是沉沉的？我知道啊，完全在晃啊！真的啊？真的还是？挺累的啊。慢。我真的好会摔，当然了，运动细胞不是吗？快到了，快到了！哎呦我的天！哦，哇！这大清早的起来开始折磨人，现在又折磨人。他才是最害怕的。哇！这看起来那么简单，上来这么难。啊！到了！哦，治高了。他们这个真的辛苦哦，别人没事儿。这好可怕！我也不敢走。哇！我不玩了，我不玩了。我害怕。啊！我要走快点，我走快点。嗯。我为什么一直在晃？好刺激啊！我好嗨啊！这个，哎，小心！什么？你可以开了吗？啊，开了。狼人线。这一组我觉得会尴尬一点吧，除掉昨天，我们有多久没见过了？你猜一下。很久没有见面了，多了有11天。他已经清楚地记好多少时间了。一周晚。有没？什么有没？11天。还有11天。啊，11天。我真的觉得，哎。
堪海峡，只有高傲才能看得远嘛，所以就是他了，过去。感觉像在这边啊。哎，这不是。那个线索真的太扑朔离离了，莫名其妙的，我们还挺摸不着头脑的。种种谜团，越来越混淆了，你知道吧？一开始我想汪根，然后后面那个李东阳也是那个什么。去哪儿啊？太晒了。嗯，你还好吗？还好，还好。你有没有觉得？嗯。其实，昨天我有一点点躲着你啊。好像有吗？可能是当时受到了那个红色礼物的影响吧。然后心情本来也不太好，没有去刻意的不跟他正面交流。反正我不知道，知道每次，哎，其实昨天晚上我想找你来着，但是感觉你昨天好像情绪也不太好，然后我就。觉得要不还是下次再说好了。我有时候在想，你是不是不知道，你是不是不知道，其实我还挺喜欢你的。你是不是不知道，其实我还挺喜欢你的。现在居然连这一步都没有踏出去，感觉像是别人捷足先登了，就觉得自己特别怂，怎么这么没用啊？既然我这么怂，我今天一定要努力，鼓起勇气跟你说，其实我还挺喜欢你的。啊，终于说出来了。我知道呀。知道呀。啊。你知道就好。如释重负，我感觉他应该是心情挺好的那种。罗子睿可能是想什么，就是想尽快的表达出来吧。我说我不希望我什么都还没有做，在你心里就已经。哦，你不要有任何的压力。OK。我只是说，我觉得我应该要让你知道，你该喜欢谁就还是喜欢谁，你该怎么样就还是怎么样。因为时间很短，我们才见了不到三四次，我这个人是需要一段时间我们去接触，然后各个方面我都大概了解了，然后我们啊再怎么着怎么着。其实我不太希望他当场给我一个回应什么样的，我就说你不要有压力嘛。你觉得你现在压力大吗？不大，心情很好。昨天晚上过完，今天无欲无求了，已经爱怎么样怎么样。我也是，我压力也不大。I don't really care。好多怨气啊！I don't care。那你现在对你喜欢的那个人是什么态度呢？怎么讲？怎么讲？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的，没什么好强求的。讲也没用，对吧？那也可以配啊、哦。对呀、啊，也可以配对，我觉得。你最好跟张翰睡在一屋是吧？对，睡在一个屋。那你觉得他昨天晚上挺难过的，难过的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吗？我问了，他说是因为我能说什么？我很懵哦，我真的很懂。讲道理，女生中我最羡慕就张翰了。我
我也羡慕。怎么讲？不用等着被选择。现在我真的觉得有的时候觉得委屈死了。节目都录到现在了，他一直都没有给你一个答复。我也一直很好奇，他从来也不说啊。但是，他礼物选择礼物和选择单元的时候都没有选我，我可能觉得我自己也没什么戏了，所以说我现在很轻松。笑。我选的人一直不选我呀。那心里压力能不大吗？那现在没用了，反正就放轻松了。所以他俩都放弃了吗？嗯。我们去车车里啊。我们去车车里。刚刚讲叠字吗？我们就车车里。车里头。如果你想选的那个人没有选择你的话，你会选择第二个人吗？哎呀，我真的不晓得了，我有点累了，我感觉有点折腾不起了。你也累是吗？好累啊，折腾不起了，折腾不起了，而且。那这五个男生里面，如果选第二个人的话，你会选谁？哎，他问了第二个选择会是谁？这么犀利的问题。是吗？嗯，是挺犀利的。我感觉我这几天一直围着朱一鸣转，我都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如果你前段时间问我的话，我会说李栋梁。那李栋梁已经撒糖撒成这样了，我肯定不会去猜一种。刘畅和张雨绮的爵士郎。那就是你了。我好像感受到他对我的一丝暗示。李栋梁发糖发的那么猛，他不想掺和。他觉得张雨绮跟牛超肯定是狼，不就剩我一个人了吗？他好像想多了，是不是？哎，但他们其实之前有约会过，我觉得那会儿的气氛还不错。吃薯片。不吃。你们去干嘛？昨天你下午去干嘛？去商贸散了散步。只散步？然后我给他画了个画。哇，怎么样？浪不浪漫？你没见他有什么反应。他在女生面前特别反应。可是让他喜欢一个人，还并不是很容易。哎呀，美女嘛，总都这样喽。你想想，你还跟张曼菊散步了，好不好？我昨天一个人在这儿待了两个小时。啊，说的都要哭。两个受伤的人总是有共鸣。对，马上就要有感情了。哎，还是有点惨。你说你不够主动吧？我还要怎么主动？哎，我总是就是在谈感情方面总是摆不清楚自己的位置，有的时候觉得自己特别强，有的时候觉得特别自卑，特别自卑。我真的。哎，但是我是真的觉得只要如果别人觉得就是不喜欢我了，我会拼命的找自己的问题，就特别自卑，总想是不是自己哪里没做好。你一定不要这么想，我觉得你真的有你自己独特的魅力。哎呦，我就很喜欢，真的。哎呦，我就很喜欢。干什么？要就快。啊，我挺开心的，我也觉得这个女孩也很好，跟她相处起来也很快乐，就是也想听听她的想法，毕竟我们的处境有点类似，然后就一起谈谈心，聊聊天，我觉得他们两个有戏。我也觉得有戏，但好怪哦。这太奇怪了，也太快了，可能是。不会呀、他们之前其实在有一次走散的时候，他们俩是约会的。我觉得我希望他们俩可以，因为这样子就不会那么伤心了。也许冥冥中这就是缘分啊。对呀。OK 啊，我觉得蛮好的。我也觉得不错。两个人都是受了伤的人嘛。我们是不是该分享一下线索了？哇，这个千万不要让我知道，我要知道的话，我马上就知道谁了。你知道，你也不要讲哦。哦，好好好。哎，我想听他们的。喂，我觉得咱们不能这么直，咱们有点意思的说，别一下就抖了出来。哦，来了。别去尿尿啊！别尿尿啊！赶快来了啊！我
我们组是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嗯。哇。我们是一个。我们是一个词。我们一个字儿。我们是一个类似字母的东西。是个符文吗？难道？对，是个符文。一个魔法咒语。我们是一个场所。对，一个场所。是那种娱乐场所吗？从那边开始，然后依次亮出来吧。啊，我是一个这个日的右半部分。嗯，反的 F。我们觉得这个符号它应该是名字里有的一部分。然后我们发现，除了牛超之外，每个人的名字里都有含有日这个部分。哎，真的耶。是，你们是以偏旁部首来猜，证明牛超是清白的。我说你说对了，因为我本来就不是。哎，牛超没有啊？对，他牛超没有，所以就是牛超。要是字的话，我们第二个吧。口，这个口只有他的名字，超里面有个口。我有。张玉琪的琪里有，啊有口啊，尴尬哎，真的好尴尬。你们的分析好奇怪呀、啊，你们的分析有漏洞、哦。你幸亏没说这是一个有嘴的人。我以为你要。这个狼有嘴吗？那是我们的吧？我们这个我要怎么跟大家解释？我们是一个地名，上面写着动物园。动物，所以是牛超牛，朱玉明朱，吕东阳阳，名字中有动物的人，哪一家动物园里养猪啊？又不是菜市场，那猪还有野猪，羊还有羊驼呢。为啥你们都要从名字下手？为啥？要不然从什么？但是张玉琪、章鱼、汪更还是汪的，这怎么猜嘛？对不对？你让我怎么猜？我的智商可能不够。你什么动物园章鱼？那咋真就不可能？永远不要去怀疑一个女孩的智商，一定对吧？所以我们如果那最牵强就是汪更，对不对？最牵强就是汪更，所以在我们这个线索里最不可能的就是汪更。但是我一句就是。这个不一定和名字有关系。对对对，然后我们亮吧。我们是大海。大海。这跟名字一点关系没有。汪啊，汪洋大海。你把他拉回来了。哎，对。什么鬼啊？汪更，不用说。汪更，不用说。汪更，你今天好像逃不掉了，我觉得帮你圆不回来了。我的是这样啊，我们第一眼看到就是更。啥呀？你我什么呀？太牵强了。然后还有一个可能是这个 G 在字母表里是第七位，所以有可能是1997年的。这个不是，这个太复杂了。你是朱玉明跟汪顿，他的脑洞这太难了，这个太难了。我觉得明 MING 的 G 有，我就觉得他。我们摆在一起，大家在一起看一下吧。好，动物园这个是汪，这个是更，这个是更，那个也是更，那个是汪洋大海。你想不想解释点啥？那我有什么可解释的？可能辩解也没有什么用吧。反正我就觉得，我这样要是狼的话，我真的是说不过去了。汪更，不用说。汪更，不用说。我觉得不是，因为他长得太像狼了。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他是狼。可是，先别讲，因为你说你是 FBI 嘛，你最后你总结才能讲。你是什么学校的？我是大连海事啊。
大连海事。大连海事。大连海事，各个比的。大海，我觉得你现在嫌你比日光更大。他有点紧张的感觉。大连海事大学虽然有点搞笑，但是我真的没办法不往那边想。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追明。汪更是我认为，哇，你节目组找他当狼，他那个性格演不好。之后就仔细想一下，就可能不止一个狼嘛。好不好？每个男生都把这五个线索往自己身上套一次。哎，他怎么在自己配对呢？我看，我喜欢去大海，我也喜欢去动物园。你名字里面还带口。然后我的那个 F 是微博还有啥的名字？然后 G 倒过来是六嘛？我老喜欢这样吧，所以都是我嘛。我是狼。看，接下来大海，我家就住海边。动物园啊，这套得上啊，羊啊，明白了啊。日啊，这也连接得上啊。这个 G 的话，你用羊。羊，那最后那个 G。这个口我是真当不上。你的嘴巴算五个。这个全对，全中。中，它不是海边的，哪里中？章鱼是海里的。这样子 ，OK， 好。哦，我突然恍惚了一下，我到底是不是狼？今天很多线索，让人摸不到头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沉重的一个话题讨论的这么欢快，欢快到让你没有时间，就是没有那个情绪去思考。啊，我现在就是种种谜团，越来越混淆了，你知道吧？因为我们抽到是大海嘛，我们以为其他组也会是这样的名词，那应该就特别好猜。结果其他是什么字母啊、符号啊，都有莫名其妙的，我们还挺摸不着头脑的，还是觉得谁都有可能。我就选朱雨明。我选两个，确定要我讲吗？万一讲出来就是答案了。没关系啊。我认为。是朱玉明跟张雨绮，你觉得朱玉明跟这两个？然后呢，当那个玉绮说所有的线索指向玉明的时候，狼踩狼，看到另外一只狼被抓到了，你懂吗？牺牲打，所以呢，他就反而去把他揪出来，所以这两个人是隐藏真心人，我觉得。如果你们再投一次的话，会投到我身上吗？全部？再投一轮是这意思吗？对，我们再投一轮好不好？男生也投吗？就女生投吧，男生肯定就投他俩了。你俩当下的环境就是特别压抑，特别紧张，所以心里也没数，也不知道是不是，就不太确定，但是肯定不希望是。咬下唇。因为他选的是朱玉明嘛，万一他是，对，然后他觉得不是真心喜欢他了，那好可怜哦，紧张。来吧，从张曼开始。我还是坚持。我啊，来，朱玉明送你，自己贴上。我现在等会儿一块贴啊，看我能刷几张。我觉得张雨绮基本不是了。哇，我瞬间瞳孔都放大了，你知道吗？就一下。吓我，谢谢。刘超这个表现也太自然了，不像拿到狼牌的反应。应该是我是吧？给朱一鸣。两张。我上午不是说刘超和汪更吗？然后我现在取消刘超的那个狼票。我真的很心疼我更哥。我觉得吧，就是按我们现在的猜测，肯定是他们俩呀。我跟王哥是吧？对啊，就我觉得你投不投我好像都是铁狼了。啊，我投不投你都无所谓是吧？对啊，没事。那我就不投了嘛。哎，知道狼又能咋样啊？
公仔啊。就大家都不跟他玩了，这以后约会都是一个人了。老师的努力吧。哎，没有人投张日奇。哎，刚才的线索有没有有一个人全都没中的？没有，多少他都能套上一些。那中的最少的是哪一个？牛超中五个。哎，牛超，牛超有中五个吗？他刚才是硬说的吧？他那个这个反的那个 F 真的没有他。那会不会是有线索的是无辜的，然后线索最少的就是隐藏真心人呢？牛超他一副你们这些笨蛋都没猜到我，然后在旁边说风凉话。哎，知道狼又能咋样？人家可能觉得很无聊嘛。但这个思路我觉得是准确的，他不可能线索能直指两个非常明显的。他心态就不像一个。他的心态是来谈恋爱的。哦，他认真在谈恋爱。对啊。但朱一鸣的表情就非常不自然，很尴尬。所以他们的情感不会发生变化了。我觉得还有一个变数就是一帆还有。那个汪耿就有可能突然就出现了一条火花，这个有可能。他们两个是两个0.5分的人，人家在一起就一分了，就是一分嘛，对、啊，就是完美嘛，完美了。哎，你们是不是收到这个信封了？对，福利。我们是用餐券。火锅券。哇。我这个是游乐场的入场券。游乐园。我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个七尺男儿就是永远抽到的东西就是那么捡花。手工券。我们的都是你们想去的花香伞。啊，这个我一点都不想去。哎，不想，不想去啊。并不想，没有人想。跟火锅比，跟游乐园比，你们的算什么？好，玉琪跟张曼他们去花艺的话应该是会很无聊的一段吧。我觉得更尴尬的应该是牛超还有子睿。就是有关系，有过曾经的人。那我来预测一下，牛超应该是吃美味大餐，就是一副漫不经心的不在乎的。这是红萝卜还是胡萝卜？对，就很认真在那边吃。子睿会说，那你会觉得有心爱的女孩子做菜给你吃，你会开心吗？是红萝卜还是胡萝卜？都可以吧，那有做没做都行吧，这样子。会是一个这样的状态。那花艺你要不要表演一下？花艺的话，那个张雨绮说，喂，这个花我跟你说，这个花特别漂亮，这个花在我们家乡特别多，这个呢把它晒干之后呢，哎，不可以吧，你会把它弄成一束，你看多漂亮啊。不喜欢啊，算了吧。是呈现这个状态。然后那个李东阳跟晨晨，就是李东阳就好可怕呀，吓死我了。为什么我们都是玩这个？一大早起来就要玩这个。对，我好苦啊，我干嘛来参加这个节目这样的。然后晨晨就会一副那个从头到尾就是好好玩啊这样子。然后火锅非常拼命吃，在想着李东阳，然后朱玉明在害怕大家要猜出他了。对，样样会跟他聊一聊关于程程吧，闺蜜嘛。样样会套朱玉明的话。对，然后朱玉明会吃得很不安，会咬到舌头之类的。好烫啊！你刚刚说什么？之类的，戏真多。好，你刚刚讲的非常像我们的下一期。我也觉得，那下一期到底有怎么样呢？我觉得是决战时刻了耶。我觉得不用看了，我觉得就是你刚刚讲的拍一遍就好了。我也觉得耶，照我这样拍吧。好，五次全新组合的单独约会，到底会发出怎样的火花呢？那我们把我们所有期待都留到下一期吧。甜蜜又虐心的真心大冒险，下周我们同一时间见，拜。今天就是折腾，拜托，就这么点，就不要叫啊了吧。
满屏的啊呀！过分了，这个太过分了！其实我本来打算的是他应该不会来，我准备一个人吃这顿饭。这段很重要。觉得他还挺好的。哎，其实有点夫妻相啊。看着我眼睛跟我说。哎，我就喜欢你这种。哎，我就喜欢你这种。哎，要干什么？这进展会不会太快了？这也太快了吧！我跟晨晨在一起相处怎么样？哎，这段决定了他到底是不是狼。没有，他看起来就。他那个小眼神就出卖了他。上次你被指认为狼，然后有没有因此？我觉得我不是，我不是，我根本不是狼啊！看了一下右边。我们这个绝对是最好玩的一个，我跟你说。哇！我的天，这感觉太刺激了！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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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东阳，迷路森林，一不小心我把你惊醒，也许注定爱的憧憬等着你回应，沿途风景到处是你留下的幻影，开始感应张开眼睛想与你同行，黑夜太昏捉不紧，将我轻易的软禁，喜欢你的任性心事我为你听，一起动点名呜呼，面上的繁星闪烁的精灵倒映出甜蜜的身影，完美的场景彼此的约定，月光是纯洁的证明，你化作一片繁星手里的水晶紧握着温暖而透明，天空是幸福的布景，相偎相依是你我的爱情，你手的繁星闪烁的精灵倒映出甜蜜的声音，感谢以下媒体对本台的大力支持，首席社交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新浪新闻，原地深度合作媒体网易娱乐，特别合作 Zucker、 搜 G、 风景网、澳风影音网媒支持，凤凰娱乐、人民网、新华网、国际在线、北京网、环球网、中国日报网、央视网、南方网、中国青年网、红网、中国娱乐网、大香网、大众网、中国综艺网、猫酷娱乐、亚洲娱乐网、中公网，感谢114拉口袋生活宝典的大力支持，114拉有用。